OK 啊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万鄂啊，好久不见了。之前我万鄂是回了趟国啊，现在呢也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碰 FIFA 了啊。那么趁着这股改革春风吹满地，是不是这个 TOTY 啊？这个在工作这块时间啊，我万鄂啊打算重新回到咱们这个播客的大家庭中啊。不过今天非球自己就不开播了啊，这个请来了两位零氪欧皇啊。在我们群里是非常有名的，每年一分钱不花啊，最后阵容比我好800倍啊，全蓝卡啊，全蓝，屌了一逼！你们就看他们这个穿的这个服装，就特别的硬核，特别的职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的万鄂就是给他们打个下手啊，他们俩零氪啊，这个零氪出了106个包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个可以说是丧心病狂啊，绝对是丧心病狂。我们忍了多久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看看，哎呀妈！就都一眼望不到头，对，显示不下一眼望不到头，就是反正我现在这边最多显示30多的，对，包括这种都是小核弹的级别的吧，全12个全闪金的这种，反正我估摸着今天至少能出个半个队的蓝卡吧，啊，对吧？哎，刚才他是说什么来着的？对，一个包就够了啊，一个包就全出了，一个包12个全出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咱不知道是不是，哦，没有蓝卡，有这个也可以啊。哎，无所谓了。那个 Jack， 你坐前面来，咱们今天正式开始开包。我一下都不想碰这个机器和手柄，免得把他们给飞着啊。好吧，那我们谁先开始呢？需要决定一下吗？还是就是那女士优先吧？好吧。啊？什么？来吧，就先让你来吧。曾老爷，曾老爷，曾老爷。第一包，第一包，第一包，没有版的啊，跟你说。第一包，我的天。啊，没有了。好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还不错。80啊，内托。主要这些包都不开门，这就很尴尬。好，不开门了，一上来节奏还可以。压力 ，CD 发达。哦，发达。284，我们打 workout 了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心态要好。哎，又开门了。可以啊，法国呀，有机会啊。哇，拉布尔特是首发吗？对，不行不行，拉拉那个五金，哇，可以，这比较难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哇塞，开门红包！哦，对了，中超留意一下，亚洲圈留意。哎呀，都开始，哎呦亚洲圈，一牛，再给我来个什么？兄弟，不要定死了。3.75，没想到啊，如此给我，那就你真厉害了。哦 ，work out。哦哦，我要杀他！我要他死！我是我是第一次亲眼见证这种事儿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。那真的可家一点不敢家了，今天就没事了，我能回家吗？你可家一点不敢家一点。我们飞球没见过世面啊，第一次见这玩意儿啊！我操！哎，我去，赢了呀！我们制定的这一世规则在这一世就崩塌了。我可以还你，啊不对。我还还没事，咱再给你个机会。不是，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，就这种卡怎么吃化针？就吃东西啊，啥东西吃啥呀？这个在我来说没啥好说的。你干啥防守的？防守跟身体嘛，那个安粉，其实加毛，其实。我靠，拿一个球又没事打替补，第一分钟给他换上，就每场开场就得换人啊。哇，但反正不管怎么样，阿根廷传奇嘛，想要啥什么，马拉多纳、贝隆、塞内蒂，还有啥？就想起来了。巴萨铁粉看着梅西怎么样都是很开心，获得尤斯达雷斯呗。就这个再讲好吧，反正现在已经达成了今天的就我的一个小小心愿了，就小小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一个大心愿。别别爱说爱成什么去，再来一个吧，给你再来个四额。你这是第六包，你有106个包，我第五包，应该是偶数吧，他后数的，那就第六包。稍安勿躁嘛，搞不好后面还有呢。想法不错，后面还有我就真的滑了。
就没想到来的太快了，就没有反应过来。他俩是在，哎呀，这个怎么开包画面还跟其他不一样？没事，今天的身板厉害。我操，你这个都是我的心态崩了，对吧？废话，我操！开老半天，我又他妈是没什么声，我你呀，我操！我要开过这，我能高兴大半辈子。我操，大半辈子不至于说你的二七八，现在可能八千九千块钱吧。因为他的表现很强，我就记得有三次了，他不是三次。哦，八十，墨西哥联赛，那个蒙特雷。看到这种以后你就别按掉了，好歹我们做个节目效果。对啊，我也做，还是重复啊？啊，给我买过一个。哦，八十一，不好意思，不错。必须的，要的中间要的。哦，终于开门了，好久不开了，你咋来了？我也是来过的，皮克福德。哦 ，workout， workout， 什么的。啊，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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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哥们刚才抱怨了半天，半天没出过道。我，昨天吗？为什么大家没有马选成第十二轮呢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选这马？第一，我靠，还没吸第二轮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们要选这马？哎，法国是 M 的，我靠，这个。So come and get it。还有两个身体，就是说，我花了多少钱？50万？40万？抓起！给他黑他吧，赔他50万一张。对啊。而且现在因为饭店开的人就黑他很多人。我操！抓他！啥呀？啥呀？我也要开门。看吧，他们挂科太多。每年都是别人过年的时候，我在扎了。怎么都没有我靠！感觉高潮动作后面都很平淡，看起来有点太快了。哇！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大概三个小核弹吧，小核弹有十个。这门开的挺勤快，你倒是我靠他呀，都是你妈。Real Mega， Real Mega， 我靠！好歹开门了，又放过你了，又是法国，做的慢吞。我靠！不是，你想一下，十柱下了1000柱，对吧？你这吓死我了，还是不开门了，这都被打。哦，我操！我看见这个人脸，我就想吐了。我那应该很危险。都是零科，都是都是。还是踢这句话我会。该踢不过来。对，交给我老哥。就是这个吗？前面一排都可以开。迪巴拉，我本命了，一定能开到。迪巴拉，一定能开到这个。就一个十，一个八十，然后来一个。看到这国旗，应该不会有第二个。这个你就要考虑一下，这个是绿。这不要说，这个是。哎我操，坏了！那个是方便面头，完了，可以直接扔手柄。哎，我靠！快快，我靠！我靠，他兄弟！西班牙，西班牙，西班牙6万的。西班牙这个国，西班牙就有点。西班牙国是因为现在北上亚不在，也不是没有，就是没有，都是一些高分数打卡。就什么提亚哥西亚哇，大卫西尔哇，这个99%。开门，拿黑卡，来，先开门。这周有谁黑了？
这个是卡都不行，因为按照不可交易的重复八十三加嘛，该走。怎么感觉这波就出来了？索克拉底斯，对，太惨了，这是九吗？对对对。不能吧？继续守信吗？哎呦，不守信了！啊，方天镇头也能干掉吧？不，哇，别，难破，完了，已经有一个，我们有一个，已经有一个，好高兴，已经有一个，我们有三个龙，我看到德国 LM， 我在讲，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一个欧冠龙，是一个，我操，好了，克拉斯罗伊斯啊，这张，你要扔罗伊斯。恭喜你！我操，这还是什么意思？妈呀，输球了！哎，你现在扔吗？你真的要这么扔吗？德拉克萨，他不是要的。啊，我也开麦，再来个罗伊斯，气死！对吧？那我开了，就说这边在开，这边在开。这边吗？对呀，对呀。不是那个不是错，对的，就是。那就不急了，又不守信啊！西班牙再见，不、啊，不、啊啊，你这傻逼！手机只是被我扔了一下手机，瞬间不值。开心，开门，来自巴西。哦，回到了原点。第一，开门了。五一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！暴力狙击，哦，我靠，哎，好吧，好，那就之前还提到是沙尔克，好，现在，我操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蜘蛛啊！没看见，哎呦我的天，掉地上了！哎，黑桃，我是老二吧？这是龙夫啊？哎，不是，他是那个八十一。对呀，我的天，别这样，这不是什么，不是老二。哦，开门了！不愧是。谁呀这是不是八十二就有反效果？是的，不出版就是反效果。哎呦，掐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一共是八三。哦，我靠！哎，哎，啊，也可能。我靠，还是个 GK。哦，八七，八六，八六。哎，不是。我这两天看到个门将，我是很期待。看到门将，门将。我集齐了门将跑，门将的高分特别。哎呦，有、啊！说回你刚才那句话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英格兰完蛋！我靠！我操！可他们可以要吗？我不知道。嗯。可以，还挺值钱的。那可能是不是断货了？断货的你是怎么看的？不是断货，意思就是市场上没有。市场上没有。我还有张85的。我操，卖不了。可以。布拉西姆应该不是个部分交易。黑球吧。哎呦喂！佩林，还有啊，连佩林都没有。他学了一下那个 NZ 的那个方法，把他放到这边。还是你厉害，真的。
还有哦，别，还有狼堡换了一个，太牛逼了。开门了，怎么可能叫威克斯？吓我一跳！12个人，不开心啊！有二十四个球员，才12个人多。What？ 胖虎。我的别开着门，前没有人。哇，大宅！又是他！我操！给个老二、啊！哦，有机会兄弟！什么国籍？我操！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，对，我就是这弗雷斯的这个弗雷斯，像弗雷斯，弗雷斯，弗雷斯现在，哎呀，操！哦，我的，我靠你！What？ 桑切斯，哎、啊，今天最后是桑切斯收尾。其实啊，当然不能说没有梅西就怎么怎么样，因为很多非常多黄就差不多。今天这个开包就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出道即巅峰。妈，新秀赛季拿到了个人 MVP 的。然后可以看一下阵容怎么塞进去啊！我操！好，我们来研究一下怎么把让梅西塞进去。我们先给大家讲讲啊，阵容里没有任何西甲和阿根廷球员，就问怎么把梅西塞进去？上来三个礼拜，先摸到马切拉，然后先做完的阿扎尔，对，先做的阿扎尔，做的过程当中开出了马夏尔，然后开出了威廉，开出了萨内，我们就可以打麻将了。这就是大家就忍耐一下，这属于非球最后要，这不对，欧皇最后要 show off 一下。不是欧，你欧在不同的位置也好，欧在同一位置三张。哎，球姐什么阵容可以上四个左右？我不管，我他妈就觉得你们在 show off。OK， 那么咱们今天我操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舒适？我觉得应该不太舒适。我还没亲眼见过开白卡，但我今天见到的亲眼见到开蓝卡，我觉得。我非球来讲的人生已经无憾了，虽然不是我的。好吧，行，那今天给大家带到这里啊，那个咱们下回再请欧皇来这儿，对吧？然后欧皇再传够100多个包再来一趟。好了好了，就只会年度蓝的时候传包啊，其他时候好像就没有这种习惯。行，大伙儿拜拜。拜拜。